啊，那过来哦，最近那有伫咧八卦山登山健行的乡亲，一定有来感觉到真侪登山步道拢封起来咯。特别是成功野区内，按水族处一直到生活美学馆的路线全线封闭，加上天空步道六号、七号出入口嘛未通，主要是因为管护辖管处当地咧加进行步道改善工程，但是相关的告示却无明显，互未少爱来遮运动的民众找无路通行。美学馆边的台基文化区要落去的道路已经封闭，搁较免讲天空步道的出入口路无通，来运动的民众相对嘛变少。觉得我差好多，以前这里满满的，到处都是人，现在都啊、哦、好安静哦，没有人。啊，路封起来刚好较无方便了呢。当然不方便啦、啊。怎么说不方便、啊？因为本地我们起来就是安尼地当起来，即马爱斜过迄个自来水厂遐，位迄个大门遐，家、你吧。啊，第一次来的时阵，哎，佫细无路，唔知通去行，佮问人。啊，标示做得很不清楚嘛，拢无标示嘛。嘿，无。因为时间造成的无方便，民众向管理员李宝莹反映了后，实际到现场会勘，确实发现有真侪所在真需要改善，特别是伫过溪排的部分，真侪人接今日来煞找无路会当出去。我头段嘛有拄到咱的乡亲啦，乡亲讲吼，本来平常时遮是人山人海啦，但是即摆我看的无啥死的人啦吼。我相信这应该是影响真大，而且咱的时代有闲拢是来遮运动的。啊，你运动你即摆甲封起来，你阁无好变通的方式，是毋是咱的乡亲毋知要倒运动？吼，啊，阁甲封甲安尼，啊，阁无标示哦，足清楚的，咱的乡亲走起来看唔到，阁倒转去，是毋是足无好的？这个部分我们会有加强，我有跟科长讲，因为之前他们大概牌子也做的比较小，那我也请他们说，第一个在开那个路口那个地方，就是三号四号那边就需要写了，也不能走到五号才让他知道，所以三号四号这边我们会来加强。那第二个五号到了说，他如果还走到这边，有两个选择，第一个可以直接原路再走回去，那另外一个刚刚讲五号下来之后，它其实还有一些原来的山间的小道可以走。管护辖管处指出，除了按水族处连接到美学馆这条路会来征收以外，改善工程佫包括台基文文化园区佮成功野区周边损害报道，工程预计在明年二月底进前就会当完成。大庄新闻张向中华采访报道。